到屏东江乐水，这里是冲浪客的爱，不少人下水挑战，但这张照片是冲浪教练拍下来的。海滩上插了六根铁条，每一只都有超过20公分，就游客因此被割伤。一个冲浪客，他的脚被铁条划伤，那我们就立即看到说，去附近找找看，就在沙滩上发现有六只突出的铁条，它是一个踏板，是它刚好反过来这样子，很危险。我们回到事发地点，因为适逢涨潮，没有看见铁条，但就怕又遇上退潮时间，还会有无辜游客受害，甚至这里也会有大人带着小朋友都可能被割伤。出现不明来源铁架，推测可能是连日来大雨以及西南气流将它冲到沙滩上，因为这些铁架可能造成冲浪客的受伤，本处将尽速进行清理。垦管处接获通报，有派员前往查看，的确现场沙滩上还是有疑似被大雨冲刷下来的大型物品，其中像照片这让人见血的六根铁柱是伤人利器，相关单位还是得确认这到底是什么，尽快移除，避免再有人受伤。三立新闻连冠之来宾乡屏东报道。